8月30日，有媒体拍到吴亦凡开车与女子一同回家，疑似恋情曝光。随后有网友发现，该名女子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，名叫秦牛正威，并且与杨超越、陈意涵认识，微博早已互关。据悉，曾有网友报杨超越是鹿晗粉丝，陈意涵疑似粉过 XO 成员吴世勋。秦牛正威到节目录制现场为吴亦凡应援。今年5月，杨超越曾现身吴亦凡北京演唱会，还在微博晒出了短视频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